40岁嘅台湾女艺人陈乔恩早前拍真人 show《女儿们的恋爱》，同马来西亚富二代 Alan 曾伟昌挞着。正式认爱之后，本来都受到不少粉丝的祝福的。不过粉丝起底完 Alan 的社交账号之后，就说他成日都周围 follow 啲靓女 account。Alan 亦都在社交平台上面回应，那些全部都只是普通朋友嚟。不过有部分粉丝就突然因爱成恨，说要退粉。陈乔恩呢日就无惧退粉危机，直接同粉丝们摊牌。佢话每个人都有自己嘅想法同喜好，冇强求其他人支持佢嘅恋爱，最紧要咧系彼此尊重。相信真心中意陈乔恩嘅 fans 都会希望佢得到幸福嘅。